我哋今次嘅主題咧，就其實啱啱同佢嘅分享係啱啱好配合啊，就係咧進入神蹟性嘅侍奉。咁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即係覺得哇，神蹟係可以發生嘅咩？神蹟可以真係會，即係我哋嘅祈禱真係會帶嚟神蹟嘅？即係喺好多人嚟講係覺得不可能嘅。但係事實上，我哋係時時都會見到神蹟，係我哋想像唔到，係我哋即係我哋都諗唔到會發生嘅事。咁所以我鼓勵大家，你真係根據聖經所講嘅，深信神係真係今日都係會行神蹟奇事嘅。首先咧就係聖經無論喺舊約同埋新約都係用神蹟嚟到證明真神係活著，同埋證實所傳嘅道。即係聖經係由舊約到新約呢個情況嘅。咁有啲人就特別明顯，即係聖經記載佢所行嘅神蹟啦，就譬如摩西啦，咁佢喺法老面前啊，喺以色列面前啊，都行過好多嘅神蹟啦。約書亞啦，佢祈禱個太陽停止啊，個太陽真係停止喎。同埋到後啊。咁咧就以利亞、以利沙就好多神蹟啦，即係舊約嚟講咧，佢係比較特別多嘅。尤其以利沙係特別多好多嘅神蹟嘅。咁啊，但以同三個朋友啦，但以你抌落獅坑又唔死得啦，獅子又冇咬佢啦。佢三個朋友行喺火裏面啦，咁啊嗰啲火燒佢又唔死啦，就並且有第四個喺度，好似神嘅兒子喺度同佢一齊行咁樣嘅。耶穌基督亦都係充滿神蹟奇事嘅。咁由不同嘅使徒啦，彼得啦、斯提反同埋腓利咧，就唔係使徒嚟噶。斯提反同埋腓利係執事嚟噶，咁佢哋都有神蹟奇事，同埋保羅啦。咁咧，即係聖經裏邊我睇得到咧，聖經就有一本神蹟，有帶住神蹟嘅呢一位神嘅一本俾我哋嘅啟示嚟嘅。即係呢個神唔係一個淨係理論，唔係淨係講一啲道理，而係一位活著嘅神嚟嘅。咁呢一樣嘅道理，我希望大家一間我哋會用好多經文去支持嘅。即係聖經唔係一個唔係表達一個神咧，係淨係講道理嘅，而係一個神佢真係行神蹟奇事。但係神蹟奇事唔係佢嘅最重點，佢最重點係拯救人同埋更新人嘅生命，跟住咧就提升人嘅生命，可以去祝福去榮耀神，去祝福其他人嘅。即係基督教同埋基督徒係應該時時有神蹟，呢個就係聖經嘅模式嚟嘅。咁但係咧，事實上係有好多即係有好多難阻啊！咁我哋首先講，如果個基督徒都有神蹟，會有咩發生呢？謝師姊妹分享就係話喺網上見到我啲影片，見到嗰啲神蹟，就好似呢個牧師有，但係好多人咧就好似神蹟對好多人嚟講咧好遙遠啊！我好想鼓勵大家係你都可以有神蹟嘅。如果個個基督徒都有神蹟，係咪你會對神嘅信心大好多啊？即係你話哇，祈禱佢又好翻，第二個又好翻，咁嘅時候咧，我哋會對於神嘅信心會加強好多，亦都好多人周圍嘅人聽到咧，都會對神嘅信心加強好多。咁你亦都會同神嘅關係好密切好多啊！真係祈禱可以經歷到神嘅幫助，覺得神好近啊，於是好容易同神建立一個好深嘅關係，並且係即係個心裏面會歡喜神嘅。係覺得神好近嘅，神會幫我哋嘅需要嘅。傳福音更加有能力啦，因為我哋會講俾人聽神嘅工作、神嘅作為，並且為佢祈禱嗰一日又經歷神蹟嘅，咁啊即更加容易傳福音啦。咁同埋世界會睇得到基督教就係一個充滿神蹟嘅宗教，係從神而嚟嘅。而因為而家基督教就分開兩邊嘅，一邊咧就係好多神蹟，一邊咧係冇乜講神蹟嘅。咁而喺好多地方咧，比較尤其比較落後嘅地方咧，嗰啲人咧都會知道喺教會裏面咧係有神蹟嘅。咁所以我去到一啲地方宣教咧，佢哋都會有啲異教不同宗教嘅人咧走嚟嘅，佢哋睇到耶穌有醫治嘅能力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公開嘅見證。但係因為好多地方嘅人咧，佢哋即係好似好有知識啊。我哋發覺喺大城市有知識嘅人咧，就比較難啲接受。佢覺得比較難啲，即係佢覺得第一佢可以揾醫生，佢唔覺得需要去揾神去幫助。但其實耶穌最主要唔係醫治，耶穌係將永生賜俾人。神蹟只係證實所傳嗰度，同埋我哋喺全世界嘅見證同埋影響力會好強啊！即係人一諗到耶穌就諗到神蹟奇事，同埋諗到神好真。嗱，我哋周時咧喺新聞啊～
新聞或者少嘅新聞都有時有嘅，電視啊啲廣播、啊、都聽到話啊邊度有鬼啊咁啊，嗰啲人又好即係好好似有種神秘嘅著弱嘅喎，哇嗰度有鬼啊咩咩有啊邊個趕鬼啊？但係咧有時其實有啲人都話啊好難趕啊，但係佢哋好少會講到奉耶穌名可以趕邪靈嘅喎，佢哋冇講呢樣嘢嘅喎。好像在他的腦裡面沒有這個知識，但如果我們講邪靈根本是一樣整個社會都知道的東西，就不會是那麼少人知道的，應該很多人都會知道神有一個活著的神。所以你想想如果個基督徒都有神蹟是不是很大影響呢？不用說個個，就算這裡個這裡那麼多個都有是不是已經很大影響，只是這裡個個回家你祈禱都有神蹟的時候，你都會即覺得真的會加增你的信心，並且你周圍的人會更加不同。其實在我很多次的訓練不同的地方，我都即時叫人去出去為人祈禱，他們真的看到很多神蹟的。所以呢這個不是只是傳道人牧師有的，而是我們個基督徒都有的。但這個世代其中一個影響力很強的就是約翰加爾文，他是有一個反對神蹟的力量，到今天呢這個影響力仍然在這裡的。這個是實際上他在網上都有講的，網上都有講到，我將他綜合一些出來。他呢就Calvin, John Calvin 約翰加爾文呢就覺得神蹟只是使徒的見證，譬如我們講到證實所傳的道，他就不是，他就證實使徒，就不是證實所傳的道，或者他只是講那些使徒傳的道，只是證實這件事，就只是第一個世代的。咁同埋咧，五旬節聖靈降臨唔係叫人講方言同埋説言，而係即係見證耶穌係基督，即係有一個開頭嘅見證，以後冇噶啦，係一時嘅啫。即係五旬節係一次嘅經歷，唔係以後都有經歷嘅。呢個就係佢嘅睇法。同埋咧，神蹟按手醫病已經停止啦，所以佢有呢個恩賜終止論啦，係已經停止嘅。咁同埋咧，佢並且佢仲話神蹟咧係會俾假先知有機會入侵嘅，就會俾嗰啲撒旦嘅使者入侵，因為撒旦嘅使者係會有假嘅神蹟。咁佢用呢樣嘢咧，就變咗喺而家我哋講，我哋都聽到好多傳統教會咧就好反對咧，都係有呢個加爾文嘅影響喺裏邊嘅。即其實好多都係就係佢所講嘅呢種嘅理論。好啦，咁我回應佢嘅用聖經跟住落面嘅聖經嚟到回應。咁都讓我哋都可以回應不同嘅人，其中咧係馬太福音12:24，我哋一齊讀下。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説：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啊！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説：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趕逐撒旦，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又跳到28，我又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嗱，呢度講嘅大約嘅意思，下面我寫咗就係神蹟，如果係趕撒旦，就唔會係出於撒旦嘅，即係唔會撒旦自己喺度趕自己噶嘛。嗰啲人話佢靠鬼王，佢話如果一個國自己相爭，咁你又喺度即係話，如果耶穌係嚟反啊，即係出於撒旦嘅，跟住你就嚟趕鬼。即是出於撒旦的就來趕撒旦，那的時候就是國家自己在紛爭，那的時候這個國家不能夠站立得住，即是他就說因為我們的神蹟包括趕鬼的，所以沒有理由是跟邪靈有關的，即不是出於邪靈的。並且他跟著28講了一句說話，如果我靠著神的靈趕鬼，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就是說我現在我是靠神的靈，就是神的國度降臨。所以耶穌就告訴他，我趕鬼是顯示出神的國度降臨，神的能力臨在我們身上，我們是可以這樣做法。所以用一個看法就是說神蹟是可以被魔鬼留地步，這個是耶穌當然可以的，即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神蹟，即是魔鬼扮神就去弄一些假神蹟，弄一些魔鬼的神蹟，不代表所有神蹟跟著就被取消的嘛，即不是說魔鬼可以弄一些假神蹟，於是我們以後就不要有神蹟了，因為聖經是話咗我哋可以有神蹟噶嘛，所以呢度呢個經文，耶穌就答咗佢哋啦，冇可能撒旦自己趕撒旦噶，自己趕撒旦咁點會建立佢嘅國呢？好啦，而聖經係應許每個基督徒長久可以有神蹟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的經文咧就係
啊，對唔住啊，呢度寫錯咗，馬可十六章十五節開始嘅嚇，我哋馬可十六章十五節開始，我一齊讀嚇。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嗱，呢個經文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的經文，因為咧佢係講到耶穌講嘅大使命啊！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呢個就係大使命。而喺講呢個大使命嘅時候咧，佢就話信而受洗嘅必然得救，不信嘅必被定罪。即係你當你傳福音嘅時候，佢信咧就得救啦，唔信嘅咧就被定罪啦。然後跟住佢就講落嚟，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佢哋，就係奉我嘅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看了什麼動物又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咁呢度講到咧好清楚，就係話信嘅人都有神蹟隨著佢哋，呢個係聖經即係話話俾我聽嘅信息。神蹟唔係淨係神蹟人員，同埋係隨著大使命嘅。跟住大使命，大使命傳揚嘅地方就有呢個神蹟嘅。咁呢個咧就即係話俾我哋聽，唔好期望別人有神蹟，你自己可以有神蹟。呢、这個就係我哋願唔願意踏出嚟呢一步啦。當我哋願意全部踏出嚟嘅時候咧，係好明顯嘅，我哋會睇到唔同嘅地方嘅。咁所以呢度所講嘅就係話喺大使命傳，即係大使命嘅傳揚，大使命嘅時候咧。跟從大使命的時候，即是說由耶穌的時候至到世界末日的時候，都會必定有神蹟奇事隨著所有信的人的。在末日之前，每個基督徒都可以有神蹟。這個在使徒行傳二章十七節也都是講到神的心的，一起讀下。神說，在末日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轎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轎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們就要說預言。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這裡講到二十節，那裡講到什麼呢？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變為血，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就係、是、呢個日子所講咧，就係耶穌翻嚟嘅時候啦。日頭會變為黑暗，喺啟示錄都講到將來咧末日嘅時候咧，日頭會變為黑暗，月亮變為血。喺呢個主大而明顯日之前有咩發生呢？就係、是、神要將佢嘅靈轎灌凡有血氣嘅。咁你講個凡有血氣，當然咧係應該係只係包括基督徒，即係冇理由唔信耶穌嘅人都可以被聖靈轎灌嘅，係咪？所以呢個咧係指到即係凡係信主嘅血氣咧。都一定有，都有可以有聖靈的轎灌。咁呢個轎灌有咩跡象咧？呢度咧就講咗講出有咩跡象，就係講到咧會有見異象、做異夢啦。呢度即係講俾我哋聽咧，説預言、見異象、做異夢，即係話俾我哋聽咧，聖靈臨在，聖靈嘅充滿帶嚟其中嘅果效咧，一個聖靈充滿嘅彰顯啊，即係嗰個靈證咧。就話俾我聽有異象有預言有異象異夢，點解有呢三樣好重要咧？因為有啲人咁講嘅，我信耶穌，我係好有感動噶，我生命好大改變啊！我真係離開罪啦，咁我咪有聖靈充滿咧？即係好多人嘅定義啊，就係話我有生命改變就係聖靈充滿。但係呢個經文嗱，當然佢所講嘅都係聖靈充滿嘅其中一樣嘢，佢生命改變。但係聖經係有講到另一樣咧，就係超自然嘅彰顯啊！超自然嘅彰顯就係講到咧，係有預言、異象、異夢嘅。咁並且咧喺正先我哋所講嘅經文，馬可福音十六章嗰度咧，係有講到咧，信嘅人有呢啲神蹟。而喺一間睇嘅經文《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就講到呢啲超自然嘅神蹟都係聖靈嘅恩賜嚟嘅。所以呢度都係講到聖靈帶嚟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同埋趕鬼啊，即係。比較超自然，信主都是超自然，但是比較神蹟性的、比較超自然的那類的，譬如神蹟、醫病、趕鬼那些呢，都是聖經是特別是講到這些都是聖靈的工作，聖靈的恩賜的。大家攞不攞到？就是說呢，聖經是將神蹟、奇事、醫病、趕鬼是列為聖靈的工作。
在有不同的經文都講到的，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還有在舊約的時候，以利沙去求以利亞，他求感動以利亞的靈加倍感動他，跟住之後呢，他後來他就以利亞升天，就將件衫抌落嚟俾佢，佢就攞到件衫，跟住佢打水咧，嗰啲水就分開咯。嗰啲門徒話，佢就話感動以利亞嘅靈已經感動以利沙啦，即係話佢呢個神蹟證明佢呢個咧係有聖靈加倍臨到佢身上，即係話聖經將神蹟同埋聖靈咧係好多時放埋一齊嘅，即係佢講到神蹟嘅時候係同聖靈有關，一齊講下聖經將神蹟同埋聖靈係掛鈎嘅。聖經將神蹟和聖靈是掛鈎的，這個其中有經文就是有這些神蹟，而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是講到就是這些都是聖靈的恩賜，而這裡講到聖靈轎冠的時候就有預言、異象、異夢。有些人就說不是個個基督徒都有的，不是個個聖靈充滿都有的，但其實呢每一個聖靈充滿的人咧，佢都會有某程度咧係會收到信息嘅。其實個個基督徒都有收到信息嘅，即係譬如知罪啊，同埋神會指示佢啊，這個已經係開始啊，即係話收到神嘅信息，能夠有呢、這個可以有呢個預言嘅能力，呢、這個都係即係每個人有強有弱啦。咁異象異夢咧，就即係唔係個個都有嘅。咁但係呢個都係。即係聖靈的工作之一啊，的而且確係有一部分的經歷聖靈的人咧，係見到異象異夢，亦都有啲冇經歷聖靈充滿都有見到嘅，但係經歷聖靈嗰啲就比較多經歷到嘅。咁所以呢度就講出啦，就係話聖靈充滿唔係淨係生命改變。嗱，跟住我講一次，聖靈充滿唔係淨係生命改變。聖靈充滿咧係帶有神蹟嘅同在嘅。即係聖經定義啊，定義聖靈充滿咧係有帶有神蹟嘅。好啦，咁呢啲事情發生係幾時咧？佢話我要將我靈轎冠我嘅仆人侍女，即係話願意服侍主嘅人咧，就更加有聖靈嘅充滿啦。係幾時咧？就喺主大而明顯嘅日子未到之前，就係話喺耶穌翻嚟之前咧，更加神蹟奇事會更多嘅。我哋都祈求呢樣嘢發生啊！即係呢度就講到就係話，凡有血氣都會有聖靈嘅充滿，但係咧。加爾文就話呢件事只係喺當日發生，但係呢個經文係講喺主大而明顯嘅日子未到以先係會繼續發生，亦都冇講到會停止嘅，即係冇話到會停止嘅。好啦，咁呢個經文就係正先我所講嘅，就係話咧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係有講到聖靈不同嘅恩賜，而呢啲恩賜有好多都係超自然性嘅。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八節一齊讀下。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咁呢度都講出有不同嘅恩賜啊，智慧嘅言語、知識嘅言語，知識的言語當然有不同的，即係有些人不同的看法，咁有些人就覺得他有很多知識，咁但係知識可以包括是普通的知識，咁亦都可以包括是知道某一啲唔係佢應該知道的嘢。咁其實聖經有呢個例子，一陣我都會講到呢樣嘢。聖經有例子咧，就係話人能夠知道一些本來佢唔知嘅嘢嘅。咁呢、這個所以咧通常嚟講，我哋就會話呢個知識的言語就唔係淨係講到。好似話佢好識得數學啊，好識得英文啊，好識得語言啊嗰種知識，而係佢或者好識得聖經啊，而係佢會知道一啲佢本來唔知嘅嘢嘅。同埋咧信心啦，咁信心可能好多人都話咁個個基督徒都有信心㗎啦。咁但係呢個可以講咧就係話佢喺神裏面咧，佢真係有信心，神會做更大嘅事。但係呢個信心當然包括所有嘅類別嘅信心嘅。然後咧醫病恩賜啦。咁有啲人就話：咁你佢有因我冇醫病恩賜，咁咪就係嗰啲有醫病恩賜嘅人去祈禱咯。咁的而且確醫病恩賜有啲人強啲，有啲人冇咁強嘅。但係耶穌話咗，邊個人可以有醫病咧？信嘅人都可以有啊。所以咧，有啲人特別強，但係唔係代表其他人冇啊？其他人一樣可以有。咁其實呢樣嘢係你可以操練嘅，你要有信心，
越多祈禱，越聖靈充滿你，係會神蹟越多嘅。行異能啦，一間我會講到行異能，就係、是、異能，即係一啲特別嘅能力，係唔喺醫病嗰個範圍啦，其他嘅範圍啦。作先知能夠知道將來嘅事，講出一啲預言，一啲將來嘅事啦。辨別諸靈，分辨嗰啲邪靈啦。咁我亦都有識得有不同嘅人咧，佢會睇到人身上有邪靈喎，佢感受到人身上嘅邪靈。講方言啦，同埋翻方言啦，同埋呢個經文下面一路講，並冇講到呢個熟練恩賜要停止嘅。保羅冇話到你快啲用啊，就嚟冇噶啦。如果根據加爾文所講，就嚟冇噶啦，就係、是。但係咧係冇停止到嘅，呢、這個經文係冇講到會停止嘅。好啦，喺教會嘅歷史咧，呢、這個我只係講少部分嘅啫。咁呢個人物唔係最緊要嘅，啲名可能你都睇上嚟都唔記得啲咩名啦嚇。但最主要就係我哋睇得到咧，呢一個主教喺主後130年至200年嘅即係呢個人活喺呢個時段啦。咁佢咧就講到話啲基督徒咧領受聖靈恩賜就行了不少嘅神蹟，即係佢講出呢樣嘢。然後咧，亞歷山大嘅主教呢一個咧就再遲啲嘅，佢就講出一個苦行隱修士佢嘅神蹟，即係呢都係喺啲古代嘅文物裏面啊記載。古代的基督徒都有這些神蹟奇事，第三呢就是在當時有些神學爭辯上有一個領導地位的加法多加三傑呢都 曾經親身經歷過很多神的醫治的大能，還有呢有一個歷史教會歷史學家Eusebius 丘西比烏也都是話咧曾經經歷過神藉著巴西流醫治佢嘅，即係有不同嘅記載講到嗰陣時嘅人咧經歷到醫治嘅。第四咧，影響西方教會好重要嘅奧古斯丁啊 ，Augustine 係主後354年咧，亦都承認神蹟仍然發生，同埋記錄佢特別記錄20個以上啊，即係比較特別嘅神蹟，佢有特別記錄嘅喺佢嘅寫作裏面。然後第五咧就係英格蘭著名嘅史學家。彼得主後672年嘅就記述咗一連串嘅神藉著一個主教佢所行嘅神蹟醫治佢本神同埋佢本身嘅親身見證。咁第六咧就係法國神學家同埋隱修士咧，佢曾經喺眾目睽睽之下醫治了許多人。咁呢度都係講到喺歷史上不同嘅時段咧。都有不同的人經歷神蹟奇事，所以這個不是這個是一個事實。而在近代呢這些的刊物大家都會聽過很多，我想大家聽得比較多是中信或者中信預刊，中信預刊差不多期期都有神蹟的，期期都有講到有些人分享他們本來有什麼病後來醫好。另外就是 Good TV 在台灣的有很多醫治的神蹟，國度復興報。咁另外兩個就是英文嘅 ，Sid Roth 咧就比較真係好收集好多嘅。Sid Roth 咧，如果你識英文咧，你上網去睇咧，喺 YouTube 有大把大把佢嘅影片 ，SID ROTH。咁佢嘅節目叫 Is Supernatural， 係超自然嘅。佢就訪問過好多人，好多不同嘅經歷，死咗復活啊！醫治啊，上天堂啊，落地獄啊，乜乜都好多都有嘅。咁你如果你聽得到英文咧，係一個非常好嘅去睇到，即係可以睇到佢好多嘅見證嘅。咁另外咧就有個雜誌叫 Charisma， 即係 Charismatic 就係靈恩派嗰個字啦 ，Charisma。咁佢亦都有不同嘅神蹟奇事。咁其中呢一集講到 Heaven and Hell， 天堂同地獄啦。即係呢啲係呢個世代嘅，即係呢個世代好明顯係有好多人經歷過神蹟奇事。就算我哋呢度嘅聚會都有唔少嘅人咧係經歷過嘅。好啦。咁神蹟仲有咩重要性呢？有好多傳統嘅人話：點解你要講神蹟？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講神蹟，我哋最主要講耶穌。但係神蹟係神做嘅一樣嘢，就係我哋知道神係真嘅，同埋我哋所傳嘅道係真實嘅。馬可16:20就講到嗰個重要性啦。我只係讀黃色嘅部分，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嘅道，因為神蹟就係證實所傳嘅説神嘅道，唔係淨係證實使徒。因為加爾文就話證實使徒，但呢個係話證實所傳嗰度。使徒行傳14:3第二句嗰度啊，主藉他們的手施行神蹟奇事，證明他的恩道，亦都係證明主嘅恩道，係證明神嘅道，
唔係證明人啊，都可以認定人，不過唔否定係證明神嘅話語先。即係佢同時都證明呢個人係需要神嘅，但係唔係話淨係證明初期嘅人啊嘛。希伯來書二章四節啦，神又按自己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用呢啲神蹟奇事同佢哋嚟到作見證嘅。好啦，呢都係講到神蹟嘅重要性，就係證實所傳嘅道。神蹟唔係我哋嘅目的。就點解咁多基督徒冇神蹟呢？第一，不信，唔相信仍然有神蹟，或者甚至教會反對，教會話唔係嘅，於是咧佢哋就否認。咁咧好多人都會即係佢哋有啲人咧就會專嚟研究一啲有啲神蹟啊，就後嚟又醫咗，又後嚟冇醫翻啊，後嚟冇好翻啊，咁啊就用嗰啲個別嘅例子就攻擊。咁呢個其實有個別嘅例子唔出奇，咁但係係咪代表有啲個別例子就代表全部都冇神蹟呢？咁其實呢個就係有啲人佢唔相信啊。咁第二咧就係有啲人想有，但佢少親近神或者少委身侍奉主，自然神蹟就好少喺佢身上發生啦。咁第三咧，經歷聖靈又唔用啦，即係經歷咗聖靈但係唔用，淨係敬拜讚美享受，即係好多基督徒都好享受喎，即係好享受去我。歡喜你哋去做，去經歷神，去親近神，但係唔好停留喺嗰度啊！一定係有用嘅，唔係淨係經歷嘅。第四咧就係唔敢出位啦，唔想人知道自己好特別啊！哇，祈禱有神蹟啊，祈禱趕鬼啊，好似好特別，其實即係呢個就係驚啊，驚同人哋唔同啊。第四咧唔敢踏出嚟為人祈禱啊，佢有病哇唔得咁，哇我要出聲咧祈禱又唔得咁啊死啦咁。其實唔使驚，我祈禱都有。有人不得醫治喎，其實聖經都有喎。嗰啲門徒咪有祈禱又冇得醫治啦，係咪啊？就算保羅嗰啲一齊同工，提摩太又有病，佢一齊嘅同工有病，甚至保羅自己話：我去到加拉太第一次傳福音給你們，係因為我有病。所以即係佢哋可以祈禱有得醫治，但係佢自己可以有病。我哋中國好出名嘅宋尚志，佢帶嚟好多人得醫治，但係佢自己係。佢因為佢嘅痔瘡嗰度醫唔好，佢始終冇好翻，佢就係呢件事而啦，係早喪命嘅。咁呢個都係即係話人可以帶住神嘅能力醫治，但係佢自己可以一樣係有疾病，或者佢自己祈禱嗰時啊會冇得醫治。所以呢個唔緊要嘅，因為我哋唔係榮耀自己，我哋又唔使話俾人聽一定得醫治，我唔使咁話俾人聽。不過我話俾人聽，真係好多人舒服同埋改善。我可以講俾佢聽，尤其當你越多祈禱咧，你就發覺係有好多會有好多改善嘅。好啦，同埋咧祈禱之後唔敢問人有冇經歷啊，驚住佢冇講出嚟。但係呢個就好重要嘅喺神蹟嘅運作，因為你問咗佢咧，跟住咧你就可以話俾佢聽嗱，神喺你身上工作，你願意信耶穌啊？嗱，甚至聖經裏面冇記載人問，不過咧聖經裏面有記載乜咧？嗰啲人就知道佢哋經歷到呢個神蹟，所以就好多人信耶穌啦，係咪？咁所以聖經佢哋都知道嘅喎，知道發生咩事喎。咁所以呢個你問佢係讓你知道佢發生咩事。譬如好似鄭先嘅姊妹分享，如果佢唔係講俾佢丈夫，我哋可能唔知嘅喎。咁呢個就係一定要講出嚟。咁如果冇人問佢，佢可能即係佢就自動講啦。但係如果有人經歷到神蹟，但佢又冇人問佢，佢又唔出聲喎。真係會人咁喎，佢又唔出聲，咁所以結果一路都冇人知道，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係問嘅，咁呢個都係神感動我嘅人咧，就係咁唔怕死嘅。我喺經歷四年之後，我就開始為我以前嘅教堂嘅人祈禱啦，我又四圍去為人祈禱啦，我又問佢哋喎，跟住佢哋就講有咩經歷咧，我就開始睇到神嘅工作偉大，同埋我話俾佢聽神咁真，你願意跟耶穌啊，願意信耶穌，願意俾神使用啊，咁我就興起咗不同嘅人信耶穌，同埋咧願意服侍主啊。就係我唔怕死，係出去問。你哋怕唔怕死啊？唔怕。你想翻天堂？係啦，怕唔怕人哋話你神蹟唔夠勁啊？怕唔怕？唔怕嘅。你哋夠唔夠膽踏出一步？夠唔夠膽？你夠唔夠膽踏出一步啊？膽。其實你越夠膽，神就越祝福你，係咪啊？你越驚，你就越睇唔到神蹟。冇錯。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好啦，喺呢度我就講出不同嘅神蹟嘅裏面。第一就係醫治人同埋叫死人復活。
一齊讀啊！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節，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十八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馬太十章五節，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出去，吩咐他們說：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風的潔淨，把鬼趕出去。咁呢度咧就講到信嘅人都有神蹟，就包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啦。同埋耶穌吩咐十二個人出去嘅時候，十二個使徒出去嘅時候咧，就叫醫治病人，同埋叫死人復活，同埋長大麻風得醫治，把鬼趕出去。咁有啲人就話：耶穌只係吩咐十二門徒，我冇吩咐你喎。嗱，聖經的而且確冇係冇經文叫其他人去出去叫死人復活，不過好多人照做喎，有好多人真係復活喎，係真係有喎，係有好多不同嘅見證係有死人復活嘅。咁所以其實聖經裏面係咪每一句説話都一定要叫你做？佢叫第二個做你就唔做得嘅咧？係一定要叫你做先得嘅咧？其實未必嘅喎。即是我們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我們應該去放膽放膽去做。在祈禱醫治呢，這個是真的，我可以告訴大家，我都很驚訝的，我是周時很驚訝。第一次祈禱的時候，人病得醫治，我是很驚訝。我那時去到一個講道，跟著我就問那個傳道人，我可不可以為那些人按手祈禱，我說有這個經歷。他說好啊，他是傳統教會，他又好啊，啊你帶他入房啊，即係聚會完之後帶入房，咁咪帶入房啦。嗰陣時我都未識得叫佢企喺度喎，因為個咁坐喺度咧係冇投入嘅。我就照個個坐喺度，冇咩睇到嘢嘅，個個按一個按完一個企完曬嘅。跟住又問佢哋邊個有冇咩經歷，跟住一個跳起身，哇腰骨痛好翻；第二個跳起身膊頭痛好翻；第三個佢話我有邪靈，佢話我覺得個頭好痛好痛。咁咧就即係呢個第一次祈禱嘅時候咧，唔係第一次為人按手祈禱，係第一次祈禱有神蹟啊！咁我就即刻醒悟啦，哇！真係會發生嘅喎！咁之後咧就次數好多，但亦都當然亦都有啲人冇得醫治，但我又唔緊要，我又照計照再做。即係保羅都有啲佢啲同工都有一樣有病，我又照去做，照去做嘅時候咧就越嚟越多啦。即係亦都係有啲好驚訝嘅，譬如有一個乳癌嘅。他又痛了成個月個幾月，醫生驗他有乳癌，他又來的路上他說是很痛的，又告訴我聽的時候痛，那我按他的膊頭跟他祈禱，他就覺得有東西推出去，他看看又沒有手在那裡，他以為有人的姊妹或者放手在那裡，沒有，就覺得有東西推出去，有一黑色的東西推出去，接著他就很喜樂，不斷笑，他很投入，這個人是很投入。我為過不同的人祈禱，有些人就是怎樣呢，看看有什麼醫治，即是比較呆滯的，但這個人不是很放的，很放的真的哇，祈禱又開始起落，然後他就祈禱說不痛了，然後回去鄉下，他就說找個醫生檢查都沒事。那這個是其實我持續我找癌症的病人或者什麼病的人，大病小病都好，什麼病都好，都是會為他祈禱。而祈禱病得醫治，不是在乎你講乜，有些人問是不是講乜呢，要講正個咩病呢，講正有咩邪靈呢，其實不是一定要講正，而是最重要是你引領他進入神的同在，你帶領他進入神的同在，讓他知道神的真實，讓他想到神的愛，也都處理他的不信，他的罪，他的抗拒神的地方，他的生命中有什麼污穢啊。所以祈禱時咧，我就唔著重講咩字嘅。咁有時有啲人佢會同我講：啊，有咩病？有咩病？有咩病？邊度嘅病？你為我啲祈禱，我都唔記得幾多樣啦。我話唔緊要嘅，你放鬆嘅人享受神啦，你就去親近神，神就醫治。我仲記得有一次有一個人，佢就係帶我翻去鄉下，跟住咧就同佢家人祈禱啦。就有一個扭曲腰骨嘅人，係佢嘅親戚。他說這個人呢，他有另外有兩個類似的病都死了，但這個信耶穌就沒有死，但是他走路很痛的，那我為他祈禱呢，跟著過了三日左右，他就說他走了成一里路有多走來，他平時是沒有可能的，他本來準備去第二個地方動手術，但他結果取消了，又跟著來再來我的、
喺個酒店嗰度咧，再為佢祈禱。佢就話：我今日行咗好遠路嚟，但我都唔痛。自從嗰日祈完禱之後唔痛。咁啊，同埋喺個教會嗰度咧，係我第一次喺教會嗰面帶我去嗰人，佢話唔係佢講嘅，其實係個牧師講。佢話牧師話，以前有啲牧師嚟祈禱有醫病啦，都一定問佢哋你有冇得醫治。咁即係佢咁同我講啦。咁我就同我一起帶我嚟嗰人，我話不如聽日我哋問佢，因為嗰陣時聚會完咗，佢同我講嘛，不如我哋聽日問佢哋。佢話唔好問啦，佢哋唔肯講嘅，呢啲人咧，啲鄉下人唔講嘢噶，唔制嘅。咁我就，但我唔聽佢講，我照問，因為我係唔怕死噶嘛。你記得我講過唔怕，冇醫治就冇醫治咯，唔死得噶。咁我就第日問啦，一問嗰時即刻有個女人跑出嚟。因為佢之前嗰日佢就牧師特登話俾我聽，你為呢個祈禱，因為佢有十幾年每晚瞓兩個鐘頭，佢就跑出嚟，跟住咧佢就話：哇！我尋晚第一次瞓八個鐘頭，我晚晚都瞓兩個鐘頭，第一次尋晚瞓八個鐘頭。跟住好多個人出，同埋跟住我哋咧再祈禱嗰日就即刻問佢啦，係有好多人舉手話醫翻，跟住我就叫牧師寫低。即係其實咧，當你有信心。放心，同埋你成日覺得神好愛你嘅，即係唔好覺得神好遠，唔好覺得神唔理人，神係好愛我哋嘅，神係好中意我哋嘅。所以你祈禱嗰時咧，我就鼓勵大家咧，係用整個靈啊，好放嘅，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好放嘅，成個靈湧向神，同埋咧亦都相信神嘅靈湧入你嘅裏面，哈利路亞。嗱，同樣一樣發聲。第一個發聲咧，就喺度諗嘅時候咧，啊！你試下啦，而家跟我一齊嚇，啊！好似個靈湧嘅神，另一個咧就是神嘅靈湧入嚟，啊！你撈人啦，你兩種意念都得嘅喎。咁你咧就會發覺咧，當你投入嘅時候咧，日日咁樣做，啊！你撈人，你裡面咧，如果你有喜樂，我就鼓勵你真係日日保持，唔好淨係嚟到呢度先保持，同埋唔好嚟到呢度咧要祈一輪先保持，係。隨時隨地都有，所以我嗰日經歷起落，我即刻咧翻屋企咧不斷，但我唔出聲啊，我又冇咁喐，我而家做係即係喐嗰個動作，即係誇張俾你睇到咁解啫。如果因為我其實當時係咁，即係咁樣嘅情況，成條路都係咁，翻到屋企就放聲笑啦。繼日又係咁，日日都係咁，一路咁樣到今日為止咧。我除咗諗耶穌咧，即刻有能力同埋即刻有喜樂，即刻有愛。即係呢個就係鎖匙啊！我覺得係最緊要係關係，唔係你講咗咩説話，因為耶穌都係講係用心靈誠實敬拜，呢個就係神蹟好重要嘅一環嘅。亦都你肯踏出，我試過宣教，有幾個家人個屋冧咗死咗，我就係咁坐喺度，係咁同佢攞張凳仔，我就喺度從喺度祈禱，一路祈禱佢哋話：牧師啊，我哋要食飯啦！咁我先去食飯，即係我。好想真係有神蹟奇事，真係佢就復活。總之有機會我就會去做噶啦。呢個咧就係即係話我哋踏出同埋即係同神嘅關係，同埋放低自己一切。其實我嘅即係祈禱之後得到醫治嘅人嘅數目，我都即係多到都唔記得咁多嘅。喺我之前，我曾經翻嚟香港咧，我已經整咗隻光碟嘅。咁啊，點解我整光碟？因為我知道咧喺香港啲人比較開放。當我回去我嗰時喺個地方咧，嗰啲人冇咁開放，有排都未有咁多見證，所以我就喺即刻咧就攝錄曬佢哋。其實好多嘅祈禱咧，只係偶然嘅。我試過嗰時翻去舞堂，見到兩個婆婆喺度，啊你好啊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分享，我話咧神真係好真啊，好大祝福啊！神真係帶嚟好多醫治啊！我唔記得我點樣講，或者我就話你想我為你祈禱啊咁啊。咁佢哋兩個話好啊咁。咁啊祈禱咧，嗰個婆婆咧都有攝錄噶，都喺我網上嘅影片之一。佢就話咩咧？哇！佢話好似個 BB 喺個媽媽個懷中，啊好舒服，即係佢就咁形容啦，好舒服，好舒服。然後咧佢又講到佢自己嘅嗰、那個我唔記得佢咩問題啊，嗰啲鼻竇炎啊，因為咩發炎啊，佢就好翻。另外一個婆婆咧就行路痛，又好翻。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就係偶然間就撞咗個人，跟住就祈禱就得醫治咧，係
成日都發生嘅。嗱，我就激勵你哋，可唔可以咁開始咁樣做人咧？開始咁樣就係成日祈禱，成日喺神嘅同在，放膽。當時咧，我喺傳統嘅教會神學院教嘅。當佢哋知道我有按手祈禱，佢哋係明明吩咐你唔可以為人按手祈禱。咁我就盡量唔喺佢面前按手祈禱。咁最後佢都知道我有按手祈禱，但我唔覺得呢個引以為恥嘅。其實喺我接觸嘅，無論啲神學生，跟住我出去宣教，或者我去不同嘅教會，或者我有時識啲基督徒，或者我喺網上發出啲信息，跟住啲人揾我，係時時都有呢啲咁不同嘅人揾我，而不同嘅人就經歷，即係不同嘅呢啲神蹟，對我嚟講咧已經係家常便飯嚟嘅。你可唔可以咁樣有進入呢種神蹟嘅生活？這個就係願意啊！其實喺世界不同嘅地方有神蹟學校啊！啲神蹟學校咧，第一就教聖經啦，跟住就操練啦，跟住就出街做。佢哋真係出街做，喺網上有喎。你如果上網揾 Miracle School。你又見到有啲人喺街度就同人講：我為你祈禱，叫你得醫治。嗰啲人喺度好奇心，仲有一班喺度睇喎。一祈完咧，真係有好翻嘅喎。呢個就係夠膽啊！你夠唔夠膽咁做咧？真係放膽去做，唔緊要嘅，唔死得嘅。咁但係首先你自己處理生命，你唔使等一年嘅，好快得嘅。即係你處理生命，你所有嘅怒氣、唔開心、煩惱處理。你有問題嘅揾我，或者揾我哋嘅呢度任何嘅有經驗嘅弟兄姊妹幫助你點樣處理生命，然後你就開始去做，你開始去做你就發覺神蹟奇事。其實我哋中間都有人有嘅咯，已經係咪有神蹟奇事？有幾多個喺度祈禱有試過神蹟奇事？請你舉手。有幾多個舉高嘅手？好啦，非常好啊！舉高，係好啦。嗱，呢度總共所有幾多個？舉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咪八個？九個 ，OK， 好，嗱，我問你啦，咁你祈咗禱得醫治之後，有冇繼續去做咧？有冇繼續去揾機會咧？嗱，呢個就係成為一種 life 一個生活嘅方式，並且揾機會擴展啊！我鼓勵你放膽，我哋而家啲手機咁方便，即刻攞出嚟，你想攝錄啊咁，可以鼓勵人喎。如果唔掂可以整蒙都得嘅喎，唔緊要喎。即係同佢講，如果係唔使整蒙更加好啦，係咪？跟住你啲手機係咪？而家真係好方便嘅喎，即刻可以攝錄。如果你唔識整，我同你整，幫你教你點樣整影片。跟住咧擺上網，開一個户口。咁咧你就講出啲人有咩問題啊，所以啊，你今日嗰個見證咧都會有好多人，即係會睇到哇呢、這個膊頭痛得咁辛苦，咁樣好翻啦，真係好神奇嘅喎咁啊！我亦都曾經有一個姊妹咧，佢個照嗰個背脊骨咧有埋個圖嘅，就係咧有幾個釘喺度嘅。佢成日要揾個丈夫喐嘅，但係咧祈禱之後咧係唔痛嘅。呢個就係神蹟奇事係可以隨著我哋。當你捉實呢個應許嘅時候，神嘅國就大大嘅光臨，係咪？就係因為人嘅理論啊，去攔阻，以致有好多人咧就對於神蹟奇事抗拒，以致神嘅工作唔能夠推廣。咁我哋睇用人，一睇用神咧，睇用人，一睇用神啊，係睇用神啊。人話乜嘢唔緊要嘅。當時我喺傳統教會，佢哋係抗拒嘅，但我依然揾機會去做，揾機會去做嘅時候，一路就神就為我開路啦。神會為你開路嘅，所以唔需要怕，得唔得啊？其實我會繼續講有不同嘅，不過我今日唔講咁多，就係今日咧，我哋最主要要操練啊。操練呢個祈禱，其實我跟住講到有不同嘅神蹟嘅類別，咁我暫時咧我就停喺度。點解？因為我要想操練呢個恩膏啦。雖然你哋咧就個個禮拜都嘗試操練噶啦，都嘗試，不過咧呢硬係好似未曾出好似未出到嚟。咁呢個係即係其實係你願意個人咧完全嘅放開懷抱。咁我一陣間咧，我就會做一樣嘢，就請你大家就三個一組咧，就問下對方有咩病，然後咧就為祈禱。你就喺今日，你就睇下神使唔使用你。喺當日，你就信心當中有啲咩毛病嘅，無論大同小嘅，你就喺今日嚟到操練，
求主幫助你使用你。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我都會想講咧，就係我再講一次點樣個靈咧開放啊？點樣個靈開放？好，咁我咧就想請任何一個出嚟示範，我為你祈禱，示範點樣個靈開放。有邊個願意你個靈開放嘅出嚟？咁咧我就示範去為你祈禱。嗱，當我為一個人祈禱嘅時候，我第一樣嘢咧就同佢講啦。點樣啊？我哋用個靈啊、心靈愛慕神、中意神，諗到神做咁多好嘅嘢，個心就好中意耶穌啦。啊，呢個心嗱，你嘅心裏面咧好中意耶穌，諗住耶穌喺你前面，一路諗住耶穌喺你前面。咁咧就好似成個人咧個心靈咧湧向神，又好似神嘅靈湧入你裏面喎。嗱，你試下跟住我講咩啊？哈利路亞，好似成個心湧向神。哈利路亞，又好似神嘅靈湧入嚟。哈利路亞，就成個人投入，成個人咧就放鬆曬，全個人放鬆，讓神咧好自由，自由。大啲 ，OK， 好，放鬆嘅人啊。咁我為佢祈禱時咧，就唔係用好多複雜嘅言語啊。多謝耶穌愛我。嗱，當我咁做嘅時候，我做緊乜嘢咧？我就個靈喺度湧啊！嗱，當我被祈禱嘅感受能力咧，亦都應該咧就讓佢湧落嚟喎，係咪啊？咁你發覺咧，一祈禱就有嘅喎，即係可以即時有嘅。讚美耶穌，哈利路亞。嗱，咁我想問下你咯，喺呢個祈禱過程中嘅時候，你嘅心靈、身體嘅感受係點樣樣啊？好平靜，好平靜，好放鬆，好放鬆係嘛？身體咧，身體覺得點啊？好舒服。大家你發現咧，就係喺我嚟講咧，為祈禱咧，唔使要等三分鐘喎，係個心靈個心湧向神咧，即時咧佢係會感受到神嘅靈湧過嚟嘅。當我喺度講嘅時候咧，我係個靈一路湧向神嘅，咁呢個係需要。我哋日日去做到你成為你嘅 second nature， 啊你女，甚至咧有時咧，我試過祈禱咧，我一路講嘢喎，我叫企喺側邊啫。有啲人好敏感性，我一路講咧，佢就已經感受到聖靈嘅能力。咁呢個都係可以係一個操練。我係希望咧，大家可能大家嚟講可能覺得好似好抽象啊，係抽象喎。即係唔係用你平時用開嗰啲功能啊？即係你身體冇呢個自動功能，呢個係一個靈嘅活動，係同神嘅關係嘅活動嚟嘅。咁你首先就係深信神嘅愛神啦，你真係好愛我哋嘅。哦，嗱，有時有啲地方會幫大家就係個人放鬆，哎呀，講正耶穌，成個人輕省嘅。哦。咁同埋我自己按手好清好重要，就係我唔好用加力啦，同埋唔好推佢啊，即係唔好俾佢覺得我喺度擁緊佢，而係我好明顯你睇到我咧，隻手係黐住佢嘅啫，黐住佢。哦，多謝耶穌。嗱，咁我而家咧就鼓勵大家，你三個去操練。首先問下對方有冇咩唔舒服，你有冇咩唔舒服？好，咁你啊，你今晚翻去睇下瞓覺有冇改善？呢個係我時時都見到有啲人。OK， 咁你而家有冇覺得呢啲咩毛病？有冇任何改善啊？有冇留意到任何地方有改善？因為你有啲話唔係係朝頭早啊嘛，咁所以你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啲地方係覺得唔舒服嘅。
覺得好舒服嘅心。個心好舒服。同埋我頭先感覺到點先，即係我放鬆佢神嘅靈魂嘅嚟水，好似衝，好似衝入嚟咁啊！哈利路亞！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呢個其實需要時間學習嘅，唔係一下子學得到。不過唔緊要，咁你用盡個人方法點樣咧？喐下啦！哈利路亞！多謝耶穌，即係成個人放鬆曬，因為諗住用各樣嘅方法。啊！神喺度同我一齊，耶穌同我一齊。哦，真好啊！哦。自己喺度諗住，好似神咧喺度同你搖籃咁樣。哦，耶穌。OK， 咁啊，希望今日咧開始咧，令到大家嗱，好啦，咁我就想咁講，當為人祈禱咧，如果我又喺度搖得好勁咧，咁佢又喺度你搖，整我搖噶嘛，所以咧我唔係一定要我搖喎，我裡面個靈開放。哦，哈利路亞。即係我自己唔使喺度搖到咧，好緊要，然後先帶出神嘅同在嘅。而係咧，我就係個裏面，即係但係你喺屋企咧，你可以搖搖幾多都唔緊要。但係你為人祈禱嗰時咧，你就又唔使話要好控制，不過即係話唔好誇張個頭，唔好太誇張。OK， 有冇問題想問啊？好多謝你啊，多謝你，祝福你舒服曬啊！舒服曬，舒服曬，舒服曬。點樣舒服曬？舒服，個心好舒服啊！好舒服，係啊！今晚瞓得著。係啦，感謝耶穌。咁你一路祈禱咧，你翻屋企睇下睇下瞓覺點啊？下個禮拜翻嚟。我覺得頭先湧入嚟都好舒服。好舒服啊！湧入。